三娃子，就算你天生一副铜头铁臂，刀枪不入，也斗不过我这把刚柔阴阳剑的。这会儿可尝到了你姑奶奶的厉害了吧？嗯，你这个孤一孙子，你还有多大能耐？快使出来吧！啊！哎！哎呦！哎呀！哎！好小子，你砸了我的魔镜还要撒野，我非把你闷在炼丹炉里，熬成肉酱，炼成七心丹。看，兄弟们，快来消灭妖精！抓了葫芦娃，趁早把炼丹神炉弄到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八千年前，南极仙翁有一口炼丹神炉，就藏在后山的乌龙潭里。我们把它取来，就有葫芦娃的好看了。嗯，嗯就这么一点点水了，再不下雨，上哪儿去担水浇地呀？马上就有办法了，对，马上就有办法了。凉飕飕的，哦，热乎乎的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哦，快给我们加水，快，快，快！哎，孩子们，老天爷不下雨，泉水都枯了，上哪儿去担水啊？爷爷，你别着急，看我的。我们呢？啊，快听听清楚，我们可以去帮助他。哎，我的耳朵稍远一点就听不清楚了，妖精太可恨了，我的眼睛和耳朵都是他们害的。哼，这些害人精，我非得用水把他们淹死，我用烈火把他们烧死。对，走。哎，傻孩子，妖怪魔法高强，诡计多端呐、啊。你们一个一个的去总是吃亏，三娃的情况又搞不清楚，眼下就得耐心的等待，得先把他的眼睛耳朵治好，就能了解妖怪洞里的情况，然后再想办法对付妖怪。方圆几十里，光秃秃的一片，到哪儿去找草药呀？我们来想想办法。我要把这些害人虫化为灰烬。哥
深潭底下。好，你们让开。看我来取这炼丹宝炉。这宝炉还是热乎乎的呢。啊，这宝贝泡在水里已经有八千年了，还是这么烫啊。嗯。哎呀，火光冲天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，你能不能仔细听听？太远了，乱哄哄的，什么也听不清楚。我们应该下山去看看啊。不行，你一下去妖怪就会把你抓起来，你和我们在一起妖怪就不敢碰你。哎，真急人呐。我们被这烈火团团围住了。哎呀，如意宝贝又没有带来。我们只有冲出去啊。下雨了。真是一场及时雨啊。救命啊，真是的。这水火来去可真是奇妙啊。这雨怎么有一股子尿味儿？哎，你们这些妖精又在这里耍什么花招？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大亲呐。你们两个娃子神通广大，及时赶来吐雨熄火，真是感激呀，感激。感激呀。呸，早知道你们在这儿，我就要再加一把火，把你们烧得焦头烂额。娃子何必这样呢？世上的事总是错错对对，想做好事而事与愿违，坏事也会变成好事，冤家也会变成亲家。你别多啰嗦，快还我哥哥。那当然好商量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二位兄弟助人解危，我们非常感谢。是啊。请二位到洞府喝一杯水酒以表谢意。请吧。走，怕什么？嗯。来呀，妖，给我把这炼丹宝炉抬回去。是。